去受这六尘，把咱污染去哦。所以咱的心爱时时真正虔诚，那时时家己呢爱忏悔。所以呢，一旦安尼呢，才会无忝无常哈。那忝就是因为呢，对外面呐、六尘呐。因咱的六根呢，所以咱要去贪，咱就对去奉承人啊，去讲好听话，奉听。那这个天曲啦，心都未得啦，一心呢为道场啦。啊，天曲呢就是心无得啦，吼、那是安怎心未得呢？就是有贪嗔痴的点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都互外边有运气。安尼呢，咱的日常生活，咱就会障碍重重啊。咱袂会当无忝无障，就是爱甲心顾好好，唔通互外境外边啊，甲咱有运吼。这呢，就是内无心无忝曲，外无病魔障碍。心魔是什么物件呢？是贪嗔痴慢疑，这呢，拢伫咱的内心伫咧作怪啊。所以咱的内心啊，这个心魔贪嗔痴慢疑呀，这真正是魔，咱的内心的恶魔呢，吼，也就是亲像咱内心的浊流同款。所以这个呢。心魔，所以呢，咱来那无心魔啦，自然心都无忝曲哦。那外无病魔的障碍，外口呢，那四大调合啦，身体健康，你想，咱那有病吼、要修行真困难呢吼。讲咱大家人伫只点点坐咯，无叮当吼，那。说实在，咱也是腰酸啊、背痛啊，除非就是忍啦，啊，若无呢，是坐袂调呢吼。啊，忍会落来呢，就是脱离心魔，你才忍会落来，内心才静会落来嘛。所以讲，咱的身体呐平安呐，咱才有法度好修行嘛吼。所以呢。外无病魔啦，就是讲咱的身体无病魔来障碍咱，咱都好修行。所以讲要修行身体嘛，爱健康啊，心是再度气啊，吼、咱从凡夫呢迷茫的初眼，要到佛呢觉悟的境界啦。所以既无内外二魔啦，就是厉害。及时忏悔，所以咱呢还是赶快回归啦，忏悔。所以咱爱知影，有时阵啊想要忏悔都来不及无，有真侪代志都是来不及嘛，来不及的忏悔呢，那就是最大的惩罚。所以呢，这都是后悔啦，后悔咱来不及。向人表达忏悔，来不及呢，真正培养咱这份虔诚对人、对三宝的虔诚哦。来不及呢，真正佛陀的这个教法之道，咱呢无好好去用在咱的日常生活，有真多的来不及啦，实在是呢。最大的惩罚，所以加在咱现在呢，身心健康，所以呢，咱会当及时吼忏悔。所以啊，期待大家人啊，真正爱贪嗔无痴这个浊流呢，咱唔通去冲破咱的体心眼吼，那唯有呢，虔诚戒心啊，才是咱的身心呢，这。定明的良方，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。